Hello， 宝宝们，出来吃饭了啊！咱自己带了个咱家自己的爆竹，菜还没上呢，先来杯酒。哎呦，敬你们，就是这没有打火机啊。我没再卖出来，剩的有点乱。鼻子里面涩了，你嚼东西感觉鼻子特别疼。如果能加点钱，好，谢谢。